烧酒超好喝，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东西？对啊，这个真的很好，这超好喝的。我是黃隊，我等緊朋友嚟，陣間咧就將會有王子同埋韓國朋友啦，然之後我哋將會去梨泰院。點解會去梨泰院呢？就是因為咧十月份咧係我嘅生日啦，同埋子子嘅生日，所以咧韓國朋友就諗住同我哋補足生日，將會去梨泰院嘅一啲包俾大家睇下梨泰院嘅夜生活係點樣嘅。嚟嘅時候一分鐘之後到，因為黃隊實在太多人啦，所以咧我要咁樣預先。站在那裡等他，謝謝。欸，我朋友來了，謝謝，拜拜。嗨，安全帽請好，安全帶。芝芝在哪裡？芝芝在買那個蛋糕。看給安妞，安妞，哦，新的嗎？對，這是我被殺雞的。祝我们生日快乐！耶、yeah, ，我们要过几次生日呢？现在其实月底了，我们是月初生日，对啊，已经过三个礼拜， yeah! 对吧？两个礼拜，他蛋糕掉了，啊，蛋糕掉了，突然变白了。哦，因为我也不知道。여기入口在这里，我们绕了一个圈。对，好，本来是可以这里上来的，很像一般住的。哦，很像，很漂亮哎！富敏带我们来一个很美的包哦，哇哦，超美 ！Oh my god， 包超美的。这边除了就是可以喝酒，然后还可以吃饭。这很像那种热带的，那什么？十月尾啦，跟住已經涼涼地啦。如果再凍啲係嚟唔到嘅，所以咧係要趁呢啲。好，好，我講中文。冇事冇事，你好你。不是冇事嗎？壓力發泄。我哎、欸，我真的我有學啊。對，冇事。冇事是什麼？沒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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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可是它很香哎。哦，有點重 K。那個黑松露的薯條。等一下，我要学台语。我想说这个薯条很幼，薯条很 U， 薯条台语。那个 U 咪咪，薯条台语我不知道。薯条没有台语，没有薯条很 U。就你的手很 U 这样子。哦，那拿去啊，很好吃。오늘또축하해야되는일이하나있어오늘마지막으로정식으로유튜브하세요이제我们欢迎新的 YouTuber， 欢迎面包侠，订阅、喜欢，请大家多多支持哟。我没拍到，你看我已经在拍了，要多慢哦。哎，对不起。好可爱哦！好像扶着你。哇哇！啊，빨리손을밀어할수있어아찍었어힘내힘내这里这里票우와같이잘라야지不可以，不会砍到底，不可以到底。为什么？因为交不出去。难怪我交不出去。啊、在韩国也没有。嗯，맛있다。王子你잘골랐다。嗯，잘골랐어。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好，我们现在呢，就是在刚刚那个超漂亮的地方喝完酒，吃完蛋糕，没有，其实还没有吃完呢，还有剩、哦，有点觉得喝不够吗？就笑着。那现在要去一个互助 lab 喝烧酒，然后听说那边就是很多不同种类的烧酒，然后我们现在就全韩国的烧酒全都有。真的吗？好，我还不知道。好，他们营业
豆芽。是从我们这个店走路十分钟就可以到了哟。好距离一条路，我要先到你哥。摩西摩西。压力山。我不会。很贵。这个完全逼也不能播出去。sexy 啊。然后全逼。好像今天星期三啊，条街真的没什么人，是很宁静。有几天哦，好多人。Merry Christmas！ 不如自己哦。有几天我们现在去揀酒，因为叫做烧酒叻，所以它全部很多奇奇怪怪的烧酒。等一个我不是不看啊，姐。哇啊！就是一转它就会变，它就会那个 变冰的，对。是烧酒冰沙，我很在一个 Tugin 那个的 Americano， 它是那个美式咖啡。哎，这个叫什么？这是铁柱的，它一种味道，感觉是铁柱的。他们的亲亲哎。好，这边呢还有 menu。红木汤，먹을까？红木汤。역시소주는탕이지。大家要记得。当然啦。之前一定要喷一喷。要转。然后下面有泡泡。啊，差不多，差不多，可以，可以，可以，有，哎，我不要说这样没有，有啦，有。然后韩国人觉得就这些里面的毒素都，可是其实没有。Hello， 我是韩国酒专家，叫李不久。这是 Americano 的口味，它完全是 Americano， 它好香哦。马士达，我觉得它有点像那个 Mocha 的味道，它很好喝，我好爱哦。茶之树。可是为什么别的地方没有这个东西？对啊，这个真的很好，这超好喝 的咖啡烧酒，超好喝。好，这个是狗狗的烧酒。可是它比较像一般的烧酒。然后现在要开第三瓶，那个我不喜欢，它是不是烧酒？它 Americano 蛮多哎。现在没有披萨，自己喝。我知道，我就慢慢喝。我现在要来玩游戏。转个车，跑龙跑跑。啊！泰坦。好，泰坦呢？普林克里斯，沉下去的就会输，哎，这很危险哎！啊！我一个马都不能得，哇！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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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干你的！而且要喝全整杯哦！哦天哪！这个其实那个度数有点厉害，是23度，我没想到。然后我们这个喝完三瓶都快喝完，然后所以我们现在就是开始酒有点上来，对，所以我们要中文呢？哎，你这个韩国人批评我中文，这样对吗？不不，那个 Americano 的最好喝，它的味道推荐，最不像一般的烧酒。所以我觉得，这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到这个 Americano 的烧酒的话，真的要喝一下。可是我真的在首尔没有看到别的店有卖这个，所以可能也只能来这个 Seoul Lab。好，它最好，拜拜。走，一个人都没有。好，咁所以而家要翻屋企啦。如果你离太远玩嘅话，我觉得星期六日会好啲咯，人就会多啲。如果好似平日咁样，就好似而家咁样，静静地饮完，静静地走。因为离太远本身有一个比较多外国人嘅地方啦，咁所以系比较多外国嘅感觉嘅。咁所以中意呢一啲。嗱，咁所以如果你系想比较享受啲系特别嘅气氛嘅话，我就早啲做。咁所以如果系想享受啲比较特别少少嘅气氛嘅话，我建议都可以离离太远嘅，因为我自己就比较中意啲宁静啲嘅，咁所以我都会几中意离太远呢个地方。啊，冇停，好咯。之后咧就翻屋企啦。好，我们再叫代理驾驶。然之后因为都要等一段时间啦，咁所以我哋就谂住去便利店解酒。原来咧嗌呢一个代理驾驶咧系可以用 app 噶，韩国真系超级发展啊呢啲 app 嘅呢啲嘢。因为之前我都有朋友嗌嗰啲代理驾驶啦，咁但系佢系打电话嘅。身边朋友咧佢就系用 app 嘅。
咁但系发觉，如果两个人咯，咁但系又最最地啱唔啱？如果嗰个代理驾驶嗰个人又有少少 saturi， 即系有呢个乡音嘅话咧，其实真系听唔明佢讲咩嘅。头先我哋都听到好辛苦。초코우유여기있습니다그럼그러면2플러스1이렇게사자어맞아